小乔，小乔，这一片啊，小乔右边，哎，这边就是啊，这整片啊，这得，啊，旁边才有别人的地啊，还有公有地啊，不要紧啊，要跟环保局的公有地来签啊，哦，就凹起来，哦，什么地方不到就到到这里来。录下来存证，就是有人这样不自爱的金门人，那比这些竹条叉叉的在下面的。对呀、啊。然后地在那边。噔噔噔噔噔。所以这车上要载物件很方便啊。嗯，一片。啊、哦。它不是瘦长型，它是方形。然后它的周围都是公有地物啊，那地方嘛是公有地啊。哦，那个树那边。哎、欸，地方嘛公有地啊，所以都引公公哎。哎、欸，好、哦。然后那个药用植物，我是在这边直接给你长，长药植物，我都给你好玩，好玩哦。就是那种，我那无我等你钱买个雷伊啊，就。当然啊。地本来就是这样啊，它就是有比较高的地啊。你地的话会淹水啊。可是可惜它没有大的树。但这边的话，最怕就是别人什么施肥错啊那些的。好 ，OK， 拍一拍。介绍，这有路，这条有路，然后那边是琼林区路，从这边可以出去，然后公有地的路，然后这是这一片，我睡吧，然后旁边有药材哦，哎，有材，这个就是药材，哎，那药材植物还活的，太厉害了，给我烤鬼耶，吃嘛要一掌啊那的，这个就是药材。这是什么树啊？不是，不错不错 ，OK 哦，公有地绕着这一块地，没办法、哦、隔离出来，那是公有地哦。公有地，哎，它本来就有一些树，太好，它就有隔离性很好哈、哦，还有路，最主要有挖路，然后有水沟，然后过去就有电。好久，那点久起来无解。好，回去的。大家好，今天我要教大家念我们的中国字，就是这个了。来，来跟着我念哦，念丹爱湖。念丹爱湖，学会了没？没有老虎爱猫也可以哦。没有老虎爱猫也可以的。